这位是我们的新同学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没事的。好了好了，打不要打。你干什么？你爸是新董事，你用特许金。我爸是不是新董事，干你屁事啊？主任，我了解有财务上面的考量，但我们真的应该这样收学生吗？请你安插陆嘉玲进你们班那个科展小组。为什么？跟女学生相处要小心一点。我知道，别担心。你可以等一下吗？你发现什么吗？我觉得陆嘉玲似乎在用她的方式跟我暗示。跟家人的关系是百分百正常。凶什么东西呀、啊、你？那你自己想不想跟他们合作？下辈子。陆嘉玲，气死我！就是要想尽办法把我逼爆炸，他们才甘心啊！你不是最爱说，没有正常的学生，不能用正常的标准去看待每一个人吗？欺负他，让你觉得很闷，是不是？